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伊斯。随着我国大型的化工、石油等企业的不断增多，火灾隐患也在不断增加。为了降低消防人员的风险隐患，智能化的消防设备也在不断的升级。今天便给大家介绍一款智能水袋，它不仅能形成组网进行局域网覆盖，而且能够通过对讲、求救等通信功能与指挥端实时沟通，进行信息共享。赶快和我一块儿去看一看吧。智能通信水袋内置超八类网线，通过控制箱及枪头连接形成组网。那我们该怎么知道控制箱已经有网络信号了呢？我们可以观察指示灯状态，指示灯为常亮状态，说明信号值良好。这个时候我们外部上网设备可以连接这台设备的网络来实现正常上网。智能通信水袋具有耐磨损的特性，我们现在来到了耐磨性测试实验场地，我们将有两款不同的水袋进行测试，让我们一起看看结果究竟是如何。好，实验结束，我们来看看情况。我手上的呢是一条普通的水袋，它在经历了第40次的打磨之后，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破损。而我身后是我们智能消防通信水袋，它在经历了100多次的打磨之后，仍然是完好无损的。可见它拥有着较强的耐磨性。智能通信水袋设有供水功能，当遇到特殊情况时，由枪头直接发送请求。收到供水请求，请及时处理。指挥端迅速处理，完成供水操作。一号枪手空气呼吸器压力不足，需要更换，请立即撤离货场。请立即撤离货场。收到。智能通信水袋枪头设有对讲系统，支持指挥端和枪头的双向对讲，实现了信息的高效共享。同时它还含有一键撤离功能，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可以及时的提醒消防员做出应对。智能通信水袋作为指挥端和救援人员之间的一条物理纽带，有效解决了应急救援现场沟通不便的痛点，大大降低了消防人员的风险隐患。在未来，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将不断地促进智慧消防转型升级，为人们的消防安全提供更加智能化的安全保障。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自动驾驶出租车。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从马车到轿车再到汽车智能化，人类的出行方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每一次的突破也都会让我们的出行世界焕然一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出行世界发生了哪些改变。
夜间行驶时，不管是遇上红绿灯还是转弯，自动驾驶出租车都能实时感知并提前做出预判，是一种线性柔和的减速。通过刚刚路面上实地测试证明，这台搭载了 L4 高阶自动驾驶技术的出租车，即便是夜间的复杂环境也可以轻松应对。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的高级别的自动驾驶具备融合感知的能力，即便是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它也可以精准地感知到人类司机来不及观察到的一些目标物，在白天夜间形成白加黑的能力闭环。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数据驱动人脑，人脑驱动代码，到数据驱动算法，算法输出结果的时代迈进。我相信在未来，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出行世界更加美好。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虚拟人展示秀。嗨，导演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摄像大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灯光老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各工口老师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就开始喽。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班昭。观众朋友们，今天是由我这个虚拟主持人来主持节目哦。这一期我要讲关于我一个虚拟数字人的故事，大家跟我一起来了解虚拟主持人和其背后的奥秘吧。嗨，你好呀。你好呀。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学我啊？真讨厌。因为我在控制你。啊，对哦，忘了跟大家介绍，虽然我有人体形状的建模，虽然我有美丽衣服、 Q 弹的皮肤，但是我的行走和动作是要靠人来驱动的，他就是我的驱动师。你们觉得我美吗？不过我可不是普通的动画，我是一个虚拟的三维建构的人，我有丰富的表情，像真人一样的皮肤，还可以设定人物性格，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动捕软件更改我的样子，这就带你们去看看。技术老师，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我的皮肤。皮肤如雪一样白皙，面带红光。哎呀，我怎么没穿衣服呀？快给我穿上衣服，多让人害羞呀。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这么一看就舒服多了。哦对了，观众朋友们，其实除了我，工程师们还打造了很多和我一样的兄弟姐妹。走，我带你去见见我最好的朋友庆庆。Hello， 庆庆。Hello， 班昭。这个就是我的朋友庆庆。嗨，我叫庆庆，我来自广州国家版本馆。我的朋友长得漂亮吧？不过我们可不只是徒有其表哦，我们还去到了各地的博物馆展会，去完成我们各自的使命，带你们去看一看。这里是广州国家版本馆，庆庆就在这里担任讲解员。我们现在所处位置是主楼文庆阁，负一楼设有。在2022年，我曾在郑州博博会现场担任虚拟主持人。小女班昭，自遥远的时空彼岸跋涉而来。除了像上面你们看到的虚拟人与现实的对话，我还能带大家沉浸式走进虚拟世界，以后再带你们去看吧。